总开关按住3秒钟开启，这个是输出自流点烟器，这个是USB， 还有这个无线充开关以及这个工作灯开关，常亮，手电筒模式。 SOS 模式，这个直流 USB 输出，如果探测不到输出的话，它30秒会自动这个灯会关掉，就是这个是自动关闭，处于一种省电模式。这边是交流输出接口，这是太阳能的。 输入充电输入接口，如果是输出 IC 输出没有负载的话，会提示，首先会有一个那个风扇响，然后检测是没有输出，没有负载，这个时候就会提示一个警报报警，然后是自动关掉，关闭的时候长按3秒钟，自动关闭。